继续来看到疫苗接种的情形。嘉义县儿童 BNT 第二场首场在6月25号当周卫生所启动，7月份也将要接受23场次陆续开打。最上有7个接种项目啊排队做疫苗，副县长温正良二老是好榜样。今仔日到平雄国中来关心幼童接种的情形，也提醒 BA.4 甲 BA.5 恐惊会造成重复感染的威胁，邀请乡亲赶紧完整的接种疫苗。嘉义县今仔日公布754人确诊，其中有症状132人，无症状622人，年龄介于2个月到96岁，12岁以后105人，65岁以上有110人。累计全县12岁以下染疫幼童有6434人，65岁以上有7155人。目前居家隔离有694人，轻症居家照护有5355人。我们身体的东西啊，会有很多的专家，他们会去研究，那怎么去对抗它，那怎么去处理它哈？那所以这次新冠肺炎也是一样，来得很突然。那过去也没有太多的，也没有这样的疫苗，但是非常短的时间，那我们人类的专家就开始去处理面对，所以现在大家才有疫苗可以打。哦，那这边谢谢你们愿意啊来打，那能够保护我们所有旁边的人。那我听说很多家长被传染了，都是因为小朋友染疫哦，回到家以后被传染了，所以小朋友很重要哈。那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打满3剂。那如果未来5个月，那通知到可以打4剂，那大家彼此就可以互相保护。县长温正良表示，自国内疫情广泛流行以来，也逐渐出现疑似重复感染的案例。指挥中心一号也公布重复感染的定义。在发病1个月到3个月内，符合症状恶化 PCR 阳性 ，CD 值小于27，也就是快筛阳性，都是重复感染。尤其 BA.4、BA.5 的入侵，传染力高，也造成重复感染的威胁。专家提醒，完整的接种疫苗，确实的挂嘴安，避免无必要的群聚加接触，会当降低重症死亡的风险，以及重复感染发生。今仔日最上乡7个接种乡妹牵手来做疫苗，也被赞许是防疫的好榜样。新新闻中来新闻明乡采访报道。我们从4星到5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8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啊，我到外面去走，自从啊眼见给我们5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5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8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3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光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